在上六年级，练了很多年了，我有四五年了。一开始是爸妈给我报的，我大概从大班开始练的，渐渐练着练着，就是我就习惯，不说喜欢，至少每周我都愿意来练。练这个太极拳能保证你身心健康，感冒一年会感六次，一个学期或者一年你生不到什么病，而且就是像各种体育测试也能过关。平时压力大的，到六年级学习很紧张，所以练这个都是挤出时间来的。上另外一个课外班，就是班排的满满的，来练完就感觉心情舒畅。看视频上澎湃。